是志恒对我的信任，我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的人。我不喜欢你到我家。我们难得有共识。你来是想要宣誓主权吗？我把小才带回来了，你不是很想他吗？之后的晨练还有午餐约会都先暂时取消吧。我这样做错了吗？如果真的是错了呢？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，这件事对你我都很重要，希望你可以来。国王呢？I found the guy who invited organization and took Jerry. 三立都会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独家保镖。